人工智能和我的生活。这几年，科学技术发展得非常快，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，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对我来说，人工智能也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，它可以帮我做许多事情。首先，在学习方面，它可以根据我的需求，帮我找到更多的学习资源，包括视频、参考资料等等。另外，还可以在我遇到不懂的问题时，为我详细的说明解决问题的方法。特别是在学习外语的时候，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，它可以纠正我的发音，实时给我反馈。其次，在社交方面，通过在线社交平台，我可以认识世界各地的朋友，而且人工智能解决了语言不通的问题，让大家交流起来更方便。最后，在娱乐方面，人工智能会根据指令创造出各种各样的音乐、美术作品，这可以给我提供很多新的创意。虽然人工智能技术有很多的优点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它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注意。例如，要注意管理好时间，不要沉迷其中。要小心网络暴力，确保自己的安全等等。总而言之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为我们的生活提供多方面的支持，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安全，适当的使用它，让它帮助我们更好的学习和成长。人工智能和我的生活。这几年，科学技术发展得非常快，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，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对我来说，人工智能也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，它可以帮我做许多事情。首先，在学习方面，它可以根据我的需求，帮我找到更多的学习资源，包括视频、参考资料等等。另外，还可以在我遇到不懂的问题时，为我详细的说明解决问题的方法。特别是在学习外语的时候，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，它可以纠正我的发音，实时给我反馈。其次，在社交方面，通过在线社交平台，我可以认识世界各地的朋友，而且人工智能解决了语言不通的问题，让大家交流起来更方便。最后，在娱乐方面，人工智能会根据指令创造出各种各样的音乐、美术作品，这可以给我提供很多新的创意。虽然人工智能技术有很多的优点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它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注意。例如，要注意管理好时间，不要沉迷其中，要小心网络暴力，确保自己的安全等等。总而言之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为我们的生活提供多方面的支持，
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安全，适当地使用它，让它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和成长。科学技术，科学技术，发展，发展，人工智能，人工智能，产生，产生，影响，影响，工具，工具，根据，根据，需求，需求，资源，资源，包括，包括，视频，视频，参考资料，参考资料，详细，详细，实用，实用，纠正，纠正，反馈，反馈，社交，社交，在线，在线，平台，平台，世界各地，世界各地，解决，解决，娱乐，娱乐，指令，指令，提供，提供，创意，创意，不可否认，不可否认，存在，存在，沉迷，沉迷，网络暴力，网络暴力，确保，确保，总而言之，总而言之，支持，支持，适当，适当，成长，成长。